天畅和林依晨为主演的恶作剧之吻二搭摩天轮，上演植树和湘琴约会的桥段，两人在车厢里吃蛋糕，奶油涂了满脸。不知道导演为什么要把这个奶油写进去，不知道是他的个人生活的习惯，还是他的那个经验累积的，就是蛋糕大家都喜欢吃，可是有必要玩那种奶油你油我油大家油来油去的那种戏码吗？我相信这一场一定会成为恶作剧之吻非常一个经典的桥段。就有练过救生员执照的才可以玩这个游戏哦，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会淹死。奶油淹。像伊晨刚刚就差点就是被奶油给呛死了，所以现在鼻孔里面应该还好了吧？没有了。小众嫌奶油有点恶心，两人开始讨论起哪种食物适合玩亲密动作。我觉得在摩天轮里面接吻真的很浪漫，但是，那个接吻的媒介可以换一个另外一个东西。换什么？果冻啊。啊？鲜奶酪啊。鲜奶酪。冰淇淋。冰淇淋可以。冰淇淋同意。我们大家都接受冰淇淋这个东西。小纵和依晨都是第一次搭摩天轮，可惜这次要拍戏，希望以后能好好感受这种浪漫的气氛。吴玉婷整理。